战斗之夜宝箱今天已经可以开启，开一把匹配对局即可参与皮肤二选一，人机模式也可以。不知道各位帖子都开到啥皮肤，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们的战果。老皮开了两个号去抽，属实是此生最欧的一次，遇见刀妹、泳池女警都是我的最爱。Nice， 这波还真不是狗托。从 B 站许多小伙伴的分享来看，国服这次是真发力了，各种新皮肤或者好限定，甚至是开出至真的都有，纯粹，实在纯粹。并且今天到明天，也就是9月7号到8号，是一次开三个宝箱的最佳时机，包含之前咱们盘点过的银龙传送门和掌龙宝箱，保底出两款皮肤加一款炫彩，运气好的则能开到三款皮肤。我在掌龙宝箱里开到了灵魂莲华辛德拉，还没有白嫖皮肤的小伙伴就得抓住黄金时间了。银龙传送门是客户端活动，输入战斗之夜口令即可领取皮肤，掌龙宝箱和战斗之夜这俩可以一起做，打一把大乱斗即可一箭双雕，因为掌龙活动打人机不算。Nice。最近又新出了一个高校礼赠活动，在读大学生在该网页认证学信网信息，绑定成功后即可获得10位任选英雄和一张经验卡以及一次免费转区，然后每天累计登录且完成一局游戏即可领取7天好礼，重点是20位自选英雄、一个杰作宝箱和一款皮肤，皮肤奖池追溯到去年的末影系列，最后是经典老带新活动，师徒二人组队打5把又可以再领一款皮肤，这白嫖活动属实顶级，只可惜老皮早已不是学生，没法给大伙做示范。